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廖威玲，欢迎收看七月八号礼拜四的婚龄新闻。考学国小青霞分校因为人口流失，有两年无招到学生，即卖嘛已经停班。为此，婚龄县政府积极规划转型做长照多功能中心、长青堂等等的长照功能，希望善用无利用的空间。青霞村长蔡明德嘛表示。安尼，好空间有更加多利用的功能，达到双赢的结果。今日考学国小青巷分校校内，会当看到草瓦非常旺，长度已经到人的腰，可见已经一段时间无使用。青巷分校因为人口外流，有两年无招到学生，伫一百十二学年度来停班，县府规划转型为长照多功能中心，定定长照用途，来转型做。咱区域型的长期照顾多功能中心，来提供中心食堂、社区照顾关怀据点啊，以及啊这个长期照顾中心，加咱湿地的这个团队加入啊，阮这个案是以公开招租的方式来委托专业单位进入来经营管理，后续嘛会陆续开办咱有关相关的这个社会福利甲长期照顾的业务。目前官府已经对着这个案吼办理地目变更的这个征地作业，等下咱这个作业完成了后，卖来伫咱西安地区。哦，过来举办一遍，哦，向乡亲的这个说明会。青巷分校有两公顷大，林芳对管府规划表示，这么大的地，也希望会当好好利用，规划成大型的长照机构，照顾地方的长者。去年都拢改建去啊，这都拢无人员啊。啊，经过阮这地方啊讨论的了，大家拢同意，啊，要来管府做一个啊开发安尼。啊，就是要希望讲，这个所在因为足阔，差不多要一两公顷，啊，会当管土会当吼，尽量发挥到淋漓尽致啦，该开发到吼，会当作为全国吼长照的这个示范，哦，做一个社区的示范安尼。啊，这个就是讲地方啊嘛足容易配合啦。青巷分校现阶段正在进行征地作业，准备转型成社会福利以及长照服务据点。等待疫情较平稳的时阵，官府表示会阁再来举办说明会，听取民意，希望好好利用空间，发挥上大的效益。记者丁贵主场报道。